各位教授，尊敬的这个远道而来的三伯教授，以及三伯教授的夫人，以及尊敬的这个冯建元教授，以及尊敬的我们大理州人民医院的院长，马院长，以及我们这个最尊敬的这个王教授，然后还有我们的大会主席刘斌教授，赵红建教授，大家下午好，今天呢，在这里呢，我们召开神经在线国际论坛大理站的学术会议，非常荣幸呢，能够感谢在这个时刻呢，您能够在百忙之中呢抽出时间参加我们这次会议。那么，我仅代表食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限公司向各位专家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食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限公司呢，一直致力于与您一同共同为患者的健康呢做出努力。那么，丁苯酞呢，作为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一个研研药物，先后呢启动了15、11、12相关的科研项目。那么今年呢，我们的软胶囊呢，也在美国正式启动了